斧头被锤死了。斧头啦。好。散弹两发砸他身上，妈的！你附近还有脚步声吗？小心。有，在这房子里。有。我、哦、看他出来了。哦，我的妈！哎，这是邦提那个人呢、欸。嗯哎、欸，人在对面，看到了，哦，我被打到了，哇、哦，三人，对，是三人，好险还没你先看到，不然我到桥上来不及了。这不同，OK， 撤，他们互打，是吗？我觉得那边的枪声不是打这里，有点远，在撤那么远吗？没有，如果他们不是在跟他们打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打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桥下去击人。他那个 Winfield 是有技能的，这是超快。对，这是完全不同方向啊。对，完全不同。看这把人其实很多、哦。对啊，因为是马上排到的。从那边过河不太好，那边到那边也不能搭。我们回刚铁路下面看看好了。铁路上完全没有掩体。没有，我说靠近铁路的地方，去看那个房子里面的人。我的是手枪，打了不会痛。哦，你是配散弹枪哦。对。他们在那沙洲上打吗？我们不能直接推过去。对啊，我们人数也是。王在这里。哇！哦，攻击我们。他那个是 L 啊，不是 L 啊 ，Uppercut 的声音。Uppercut 的声音，或是 Conversion 哦，先打我的头。没有，那个是 Uppercut。在房子里面。我推测在房子，应该在房子。我觉得我们要推一点，因为那个枪声的人可能会过来，我们被他们看夹到就尴尬。我如果刚刚开枪反击的话，我们就很有可能被夹。我们就耐心一点在这里等着呗，等着要么他们开打，要么另外一组人过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而已。主要他们已经在房子里了，我们就能跟他们打。我们进攻的话，我们要被外面偷袭。我们绕后面一点去看那个沙洲上的人在哪里，确认一下那边是怎么样。感觉已经打完了，而且他用阿布卡这种巨兽，表示他应该是拿那个，他的主枪应该是一把散弹，不是打我，有可能是在打王。哎，前面有人，前面这房子有人，这里面有人，真假？对。你们听好，脚步声在里面，而且他刚出发的马。有，我看到他在里面，对。击中。我不知道多少人，我们不能冒进。是一个黑人在里面。要推吗？我丢一个炸弹进去好了。不好丢。哇！等一下，有人过，随便有人，对，铁路也有，铁路好像也有人。后退，退回那个 prison， 他们开始追我们了。炸药。后退又对了。他的队友来，那个小黑人附近都有队友的。OK， 我们就打这边。那是 Vitali。他们在互打吧？应该是。我再推回去，我再换个角度推回去看看。我们就是要一直拉打，我看到，击中，倒 ，nice。我看他的尸体，我帮你标他尸体哪里是这里。我再想办法去烧啊。他队友，我怀疑在侧面。哎，铁路上一个人，看到我了 ，Vitali。
我被打中的话不行。哈哈哈哈！防备我，我在侧面有攻击，还没打到，没有得手。我弟弟还在，他好像推比较靠近你那边。我看到了，对对对，他想救小黑人。没炸到。我你继续跟他打，你继续跟他打。我哦哦哦，哎、欸，他被别人打倒了。他被别人打倒了，现在是混战，现在是混战，不要在前面。那边先，那边还有那个 uppercut 的声音。对，而且很混乱。我们再往后拉一点，换角度。你不要一直在同样的地方，我们要换角度。嗯嗯嗯。我往这边走了，往左边走一点。其实现在能够灭的话，这样也不能够保证烧死。其他压力啊！我现在这个角度看得到那个小黑人的位置。还烧在那里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人，我过去到对面，我过去到对面，击中，看到，哈哈，啊不，我用那个刀 ，L R 击中，后面还有，同样的位置后面还有，啊不对，那是僵尸，这样，你帮我看看他有没有人救，我拿、okay、火瓶，他那个位置现在有只僵尸，所以。这里有个尸体，这看起来不是我们杀的。对，收收看，可以收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是被他们打到。但是如果只有三个尸体就太少，应该不止。因为房子那一组我们是明确看到有三个人的。还有分身喽？没有，我离开了。哎、欸，看来我打的是分身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打的是分身。哇！哦、oh, ，shit， 有人，有人，我被穿墙爆头。哎、欸、哇！我有机会救吗？他在外面。他要上来。他楼下。对对对。我他丢哇哦、oh, shit！ 我被那个王推上去 ，what the fuck？ 他丢那个 concertina 在你身上。好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我啊，不行，我得先跑。这王才是，就那个人还活着。对，他是远距离枪，先把王打死。你必须先把王打死，你的选择。哎、欸，妈的 fuck！ 我都看不到，他就戳到我。哎、欸，好，按刀。太好了，来了，先 banish， 不然要 banish 到。外面，他在那里跑的话，我试着归救。不要不要，杀杀杀！哎，他对对面哦，对面还在对面还对面。我觉得很难，他不是在我身上丢烤肠心吗？对，除非你有炸弹直接炸开。我怀疑是上次菠萝给我的那个奇怪的队友。哦，他在那里。对，还在看着你。就是说给你奇怪的队友，对，上次菠萝跟我配一个奇怪，给我配一个奇怪的队友，他就是很喜欢丢 concertina、欸、他狙击了，
你要跟他狙击吗？你要跟他对射吗？我有 upper 卡，可是我觉得主要是康蛇经常会挡子弹。哦吼！你要补血吗？有有。好吧，看看。是我觉得他会来推我。我以为他那边可不可以扛着进来挡住他推不了？哦，有是道理。你先等 Melty 吧，他算不到你。等他过来打他。对，先在那边等他，等他从底下过来。他在外面，他对，他先看，他先看，不要急。他烧我，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要直接不行，他这样没办法。冲 K 了，他冲子弹，拿你散弹枪，拿你散弹枪 ，nice， 救我。啊！可是我是康乃馨娜，你那我还有多少血呢？没有，哦、他没丢到。哦，好险！小心不要碰到康乃馨娜，往前走。我们要推，我们要过去吗？我是有啊，我在这里等，看到没有没有人走出来？你们可以去哦，看到一个人左边。哦，他们打架没错。过去。我应该爆了一个人的头。push 在那边，一个黑人，我看到了，有火瓶吗？你看着，好，我看着，我找火瓶，没有，我，哎、欸哦，对，里面有向外开，我烧那个人，来喽，他在门那边，你们那边那个门吗？对，我们那边门有一个。让他拿邦金没关系。在想他们到底是不是在打别人？因为他们刚开枪都没有任何还击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可以直接看到那个 bounty 耶，有人去捡的话，我可以直接攻击耶。Nice， 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小心他帮我开门，击中。有没有看到？爆房炸开门就好了。哦，小心那是 Romero 的声音哦。好。他开另外一个门了，他开另外一个门了，死一个，开不了，我流血，我流血，我在帮你看这边。哇！我跟破推进，刚刚好像有人对我这里开枪，我换个地方。门可以关起来吗？关起来，门关起来。我捡，好，我捡，你捡一捡。里面，哎、欸，在 N W 方向很多人，一大群。哦，刚刚那个应该就是 N W 方向的人打我。所以两个人吗？等一下，我们所以这里到底还有没有？这里到底还有没有？一方向还有一个。我先捡这个人。说近的吗？对，一方向就这个城区里面还有一个。城区？你是说是在这个房子吗？还是说是在？这是附近就对了。就是先拿着标题的人在 N 一方向，他在绕跑中。拿一个火瓶先把这个人烧了，这里有，没有让血。然后 N 到的方向有人，三人行，烧了吗？烧了。看到 N 到 W 方向的房子。哦，里面没人了吗？哈，没人。哎 ，fuck， 那是我啊，我中陷阱了，我中陷阱。我再看一次。全部都有三个人，三人行，然后都在那个房子吗？要讲清楚。对，
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在墙壁后面，我不知道那边是发生的是几个。那边是个房子，那边是个房子。那边有三个人，然后背后已经没有人了。另外那个拿 bounty 的，我看一下他跑哪去了。跑了啊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出口移动。小心那边哦，小心那边哦。哦，跑过来了。我打中一个，在木头堆。标点标点。往左边跑了。哦，我被打中。奇怪，我们右边怎么还有枪声？是不是两组啊？哦，不对，那个是跑走的那个人的声音。哇，这些人怎么好像在？爆头一个。这些人怎么好像在穿呢、啊？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。打中一个。有一个好像推到我们这边、哦、木头木都在木头堆，我不要那个木头堆。木头堆还打那个什么？打怪。有人推往前推进。这里他推出来就在这里喽。我旁边有一个，我下面有一个。哦、我支援你，我支援你，我支援你。我还有。你确定你听到的不是菠萝？没有那是你。对，那是我。三个的人都在同样的地方。哦。倒一个，倒的位置可以吗？配标一下吗？左边的树林。好，太好了。我稍微往前推一点。这里哦。知道。看到了。我推了，要推了。三个人霸凌他。推那个尸体的地方。来吧，来吧。有人在这里，后面菠萝。十。你后面有个人，你后面有个人。哦 ，Help， 菠萝，哦，一个，对，没了。哦，那个人是要打你的，说还好我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我后面还有一个，我不知道什么。Oh, OK， 看，我没了，我没技能了。对他丢火瓶，你们十几个，为什么那边还有一个？我们这边十三个了，应该是，我刚刚就说我们右边还有枪声，好多人，很好啊，继续啊。但有水声，他走水。我看到了，那是你，我补。他是在楼上还是地面？在我们进攻的时候那个房子。OK， 这里，在上面。一个吗？一个中 I O I 枪，在我头上，对，在这里。他在上面补血。啊，推，小队一个红衣服的。哎，有人！哎，我两枪打中他散弹了、欸。是同一个人吗？是同一个人吗？不同，一样红衣服，但是看起来不太一样。看他，斧头被锤死了。斧头啦。好。散弹两发打他身上，妈的！你附近还有脚步声吗？小心。有，在这房子里。有。我看到他出来了。哦，我的妈！哎，这是邦提那个人哎、欸。跑回来，他回来了。他跑回来了。人骂他。对啊，居然死了，我好担心他不死的说。剪后看一下，OK， 等一下我补血。那人到哪了？没有了。哦，这把很刺激哦。他应该倒在，就在我这里。不是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不过这边还有一个，啊、被我射倒的。我打死我后面有两枪打死。我靠，都是这种拿刀冲过来的，够恐怖的。